麦小姐，咩嘢嚟噶？ 自己查。我有抑郁症，要食药。你见工啊？咁你同出边嗰啲名校硕士比，有咩个人之处啊？唔好唔好见啦，唔好嘥大家时间。 小姐，咁入嚟即系谂到答案啦。点啊？有咩长处啊？你执翻我都唔会带啦，污糟。个问题唔系你想唔想要，而系我肯唔肯做。你都几知自己嘅优点噶。 你请其他人嘅话，佢哋会觉得系应份，甚至乎系益咗 SNK。但如果你请我，我会觉得系恩赐，系施舍。如果我可以入到 SNK 做到主播，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公司，为文小姐你。坐。 昨日立法会主席喺尖沙咀俾人。如果呢段系假新闻，你会点？我问你，你问翻我。喺电光火石之间，做主播做幕前系被动嘅，监制同编导可以即时 fact check 调动新闻内容，应该系由佢哋去决定我应唔应该读呢篇新闻。跑新闻从来都系团队工作。 唔系一个人可以话事，呢个系我要嘅答案。你都系我要嘅人。不过可惜，副学士学历仲有病添。如果我请你唔请出边嗰班硕士，唔知点样同公司同埋人事部交代。我明白嘅，咁唔阻你啦。 不过好彩，你喺 Stanford 毕业翻嚟嘅，好符合我哋嘅要求。我唔系喺 Stanford 翻嚟嘅喎，就嚟系噶啦。飞过去读半年短期课程，成绩唔紧要，最紧要打卡同埋识人。搵呢个人啦，佢会帮你。放心，所有使费会喺你日后嘅人工嗰度扣翻。翻嚟之后，你就系 Stanford 本科毕业生。 攞住最 update 嘅 CV 嚟见我，我请你做 intern。咁咪即系虚报学历。咁睇下你有几想做主播啦。我一定要做到主播。做戏做全套，读完翻嚟搵个见得人嘅地方搬，包装下自己，整靓自己嘅 package。成件事得我同你两个人知，只要你以后听听话话帮到我手，我就睇住你嘅。收到消息，英国首相要落台。 英国驻港总领事馆 no comment， 中国驻英大使馆都一样无可奉告。海外社交媒体睇有冇 update， 留意移民局睇有冇讨论。暂时听一份小报报助，边间小报？未听过。错开唔够三个月，个名已经臭臭地啦。照拎住个梳扫做 backup plan 先，边个识分大报小报啊？知道。政府新闻最叫我哋唔好再打工，全港传媒都系得嗰几间，要问嘢都已经问晒。有冇人可以讲到啲 surprise 到我嘅消息啊？Please do update me. There are any updates from Downing Street. Thank you very much. 首相啱啱1个钟头前 call 咗临时内阁会议，唔系嘛？英国都有针。消息来源呢？上届英国大选我飞咗过去做访问，识咗现任内阁大臣嘅秘书，有冇机会同佢倾两句？问紧。BBC 都访问唔到佢，会答我哋。
英國人心思細密，如果係假嘅，用 BBC 嚟澄清小報，即係抬舉咗佢；如果係真嘅，更加唔會俾小報得逞。兩個情況都需要一個中立平台嚟放風，由 SNK 做呢個中間人，一啲都唔出奇。OK， 你繼續話料，收到。Sam、Amber， 準備兩隻奧運斯嘅 history 做 follow， 正反面都要。知道。OK。George、Cathy， 準備 prime time， 隨時會同英國嗰邊連線，諗定英文問題。嚇！阿 Man 姐啊，我英文未好到可以同外國人做 live 專訪。Emergency list 有邊個喺度啊？張嘉怡啦，英國長大。唔好話我唔俾機會你，係你自己做唔做？究竟英國首相奧雲斯係咪真係好似外界所講咁已經秘密請辭呢？與其捕風捉影，我哋 SNK 新聞聯絡到英國內政大臣蘇斐文接受我哋訪問。Mr. Sullivan,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day's big question is the Prime Minister stepping down. I'm sure there'll be an announcement on that very shortly. 內政大臣就話咧，好快就會公佈噶啦。Is it good news? Well, stability is crucial for the well-being of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ountry. 內政大臣話穩定會令政府更加好，相信係暗示唔會有人事變動噶。咁間接否認咗首相下台嘅傳聞。哇！個女仔講英文啦啦聲咁犀利，頭先啊仲同英國首相有講有笑添喎。女嗰個係內閣大臣嚟噶，男嗰個就係首相。呢個就係我個女嚟噶，佢係新聞主播嚟噶，又靚女又叻女，真係喎！呢個 yeah。條片係市民提供嘅，有咩睇法？播，一定要盡快播。不可以俾啲老人家再挨苦。我反對，貿然播只會打草驚蛇。呢個古題係需要時間調查先至證明到唔係單一事件。而家影到嘅就只有天台，咁影唔到嘅咧，一定要有 full picture 先至可以播出街。你睇段片都知道，啲護老院同埋看護都有問題，點可以姑息佢哋？唔係就咁播完出街就算嘅，要諗後續嘅。好啦，播完出街，負責人學精咗，唔喺天台，收埋一邊衝，拉埋一邊打咯。到時你想拍都拍唔到。得啦，唔好嘈啦。Cathy， 轉性啊，出個聲。有冇地址啊？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就快啲 subscribe 啦！